护持中华印经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护持印证经书、佛书、经幡、结缘品。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三明水餐现在讲中间，参会 QC 行业，所以 QC 行业的意义讲起，现在是接下去繁衍，参会完毕之后，继续就是繁衍，每一趟门都是太重要。参门在第111页，听一行开始。所以是讲到一个最后一段粮食的春宴，到相思仿佛准法心中发露求而开始忏悔，讲到完毕。现在是讲那个忏悔求是恩怨以后繁衍的文字，所以参门讲念神是忏悔求是恩怨。所成功的，也就是繁衍的开始的念词，它的都是重要。讲来繁衍神接上文，忏悔求是恩怨的，所成的种种功德。忏悔不但是罪孽消除，而且生长无量功德，那么将来那个忏悔求是恩怨所生起的神秋的功德，繁衍希望将来神秋下面所讲的殊胜利益。所以讲生生世世起拜阴山得四片财，讲来忏悔求是恩怨以后希望来从前面一起生生世世都能消除那个求是恩怨，以前那个求啊，老佛中央亲向庄严，善人说法，强佛安尼起足八种的阴山，起八阴山，八阴就是佛有两八种阴山的属性的功德没有用，两八种阴山还下在无边方。起就是起好阴，覆盖阴上，超出一切，四处世间修法界中啊，九法界的所有的阴上，都不能老覆比，覆盖阴上最殊胜、最明妙、最好，只起个好阴，也没有言辞所能表达出来，所以就是起好阴。天一有缘音，佛有缘缘音，佛所说的说法，无论讲法的音上啊，既能随顺众生的心境、心情，唔会有讲抛的情形，都是去其有佛善顺，去其缘佛的音上，人一谈到佛的音上啊，神欢喜心。都会消除那个广场抛恶的各种的信念，都能老佛中央来
学习这个油画原作的功德，它就是第一油人言，第三佛是言，佛就是佛啊，是调色，佛跟言上佛啊调色，唔会太太，唔会太色，无论你买个哈叶的蔬菜，如果你有个善根，能够通过佛说法，哈叶通过个言上也是度好度好汤，唔会太色上，哈唇通过也是度好汤，唔会太太上，唔会像我哋凡夫啊。众人说法阴山都有太少，他群躺到青太上，他一躺到世上躺不多。现在嘛有这个科学发达，有这个抗炎器可以传播他人，但抗炎器群躺啊也会感觉到有潮差的情况，所以会有佛的阴山最为调和最为柔顺啊，所以讲就是佛是阴啊，是讲是合嘛，清度和糖啊，佛个音上糖起来清度和糖啊，为是佛是音。第四，准慧音，佛说法个音上说出个音上啊，是因糖到神尊敬心，对于佛神以尊重恭敬个心啊，我开发智慧，所以为是准慧音，准。众生堂都对佛神恭敬心不是准慧，众生堂都佛说法跟人想可以智慧，所以不是慧，所以准要对众生敬佛讲，慧要众生堂法可以智慧讲，所以不是准慧言。第五，不五言，佛跟人想虽然佛是有啊，他不会像世间五言的人想比较是讲啊，那个讲有一个音上，弹起来不够庄严，所以佛的音上去有佛去顺，它唔会有长时间的五音的音上，讲有一个音上，因为只有四五位，唔会有这个啊声音弹到有奇怪的感觉啊，所以佛的音上啊，好冇办法好表达，就是讲嘛，你弹到轻好弹，它唔会长时间的五音的音上啊。这种的优雅的情况，所以不是不五音。第六，不五音，五草五五色，我的世间人讲法说法也很重要，下摆我有按一个情况，口不随心，心观想的呀，最后讲出来没重要，心观想的讲法的话，奇怪个口不能随心，讲出来唔系心观想嘅话，会发生误事。一个情形讲到久了呀，疲劳、疲倦，往往就会有安尼个情形。嗯，大家每日常常落出嚟谈经也可以谈得出。开头张光啊，比较巧合，讲了时间久了，或者时间快多了，急忙匆促。想我把一趟门讲完，一急发出讲来就无按调顺，就会错急。一错急嘛，往往跟言辞不随心，讲出来的话，下摆有口音发生错误，我讲唔错，这是错误的音上。他那个错误唔系有心错误，无形中啊口不随心发生这种错误，这就是为止我使人谈到有时会引起错误的。感觉，但佛却对某两种情况，佛就是愿意都按轻微的计算法，所谓纯色、深色、散色、黄色、素色，无穷无尽，用就按来说，这个声音所发的语音、透离，也绝对不会发生有误事，不会有错误，不会有过失，所以第六不是不误音，提起。佛的音上不是沉怨音，哈言都谈得多啊。但是刚刚你佛差事的时间，佛的弟子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也就有一年啊，我测量那个释迦牟尼佛说法的音上，看几言谈得多，也运用一个神通啊，
向东方去，啊，用用神童走了后院呢，过了几千万个时间又停下来，躺过去吧，哎，又躺得到，再个往往东院一直走，啊，用神童走了清九清远个地方，唔知几多千万亿很多啥子个时间去了，躺到佛萨不个云上，还是去往躺得到，结果用尽一个神童，上文人阿罗汉个神童有汉啦。清一个神童最后都一张佛骨，这张佛骨的所在就是像清香的佛骨，那菩萨清国是放个翻个板啊，清台长可以往上面的佛殿那台，许多个小个呢都这个太菩萨五传十方的时间用百十方，那个目前呢神童用到出来的停下来下来休息，都都好停在一个菩萨十方的翻白的白顺哈，起来给个白顺哈，啊，个菩萨看到谢谢，看到木建连尊者又作出袈裟，袈裟作得呢，谢谢，一看那都奇怪，没有本起门佛唔敢通到去，有时阵啊，要按奇怪啊，那个板方走了一只沙门虫，沙门虫，我出假虫了哈，看到出假人了哈，又用只脚会行下呢，在个板方行啊，感觉都奇怪，一看那沙门虫，一路就是个翻白了，可能将来人家一间工房恐怕还有阿太，所以佢骑着个白顺龙啊，感觉都细细的呢。那个菩萨唔知几多千万有顺过，啊，所以当时是该世界的佛，如果那个菩萨讲，你唔可以统计哦，啊，莫轻视佢哦，你也是啊，三宝世界世界末日佛嘅神通体一个体质莫见嘅，只要唐佛说话嘅印象，看几人唐得多，车辆几印象，就最多也会了。啊！现在当时嘅是那个孟建连尊者啊，孟祖娘去了，一看哦，这一尊佛，这佛嘅国态啊，简直是没办法好形容啦。佢抵抗来到佛世界，啊，这尊佛就老一个孟建连讲，叫孟建尊者，我你好了，现一个神通，啊，某个时间啊，有一个菩萨啊，我看强你可能安胎啊，所以看到这个菩萨安国安胎，孟建连也先都安国安胎嘅身体相互当理。啊，叫你莫吃念佛的阴山，唔好跟下人都谈得多，谈得多，唔会受伤。但是都跟下个神通用心啦，磨练好，多做了三宝世界。啊，该世界的佛讲，今年啊，冇办法好多做一样的啦。啊，就是要求该世界的佛讲，师尊啊，该你得帮忙来忙啊，啊，同埋送上一三宝世界，忙来唔得多做一的。所以该佛讲，用一个神通啊，把莫见人送上三宝世界。这就是陈阳佛的印象，看几眼堂的多，吃面的。从东方一直去经过无量恒河沙数佛国，多个家去谈佛说法，印象同样很清楚。所以不是吃面的。所以佛的印象是方世界无处不闻，只是而你有个善根就能谈到，也是提起。提拔不切印，切就是亲，佛的印象不会亲。啊，永久安向量，永久安好个啥？唔会讲话像外地凡夫人啊，讲话讲究咧喉咙燥咧，哦，啊慢慢咧上就天啦，会啥啊讲唔出了，不毛安尼个事情。这个人上永久安向量，所以不是不切人，也就是神修佛果起飞那个八种人的人。既然希望生生世世起就了八种人上，那就是希望成佛。无神超乎各不能欺骗那个八种阴伤，但四骗财，四骗财就是四无碍之，四无碍骗财，啊，就是所谓法无碍骗、慈无碍骗、逆无碍骗、妄想无碍骗，那个四骗财前面已经讲过了。四骗财，佛果就是究竟七大神超，菩萨也起就，啊，不过莫按圆满就会了，希望神神世世。都有把阴伤有四片才善人说法，上说佛汉利益之义，满有神佛一切，希望生生世世所讲的话，都是希望众神太家能够佛汉同堂穷出穷修佛法啊，所说出的话都要使众神得到利益，唔会讲到无利益的非法，其上情啊。一切傲魂，我可能参不上，咱不挑战。
所出的印象非常清幽优雅，讲出的印象啊，无论讲法说法，所有的印象去亲切去优雅，一切人一切众生都喜欢他，傲文傲喜欢爱傲喜欢他，你上所有讲法的印象，三界众生放修念你，无论身在某个世界某个地方，善能了解这个地方的众生所有地方风俗的言辞，你记，比如说吧，身在客家人的时候善能讲客话，身在讲好多的时候你就会讲好多话，在一个讲国语的时候会讲各种国语，乃至所有世界上任何的话语地方风俗不同的各种话语几都能够说，所以不是身界众生防修念你，防是地方呢，修防修呢，地方防修跟地方的土法，第一一都能够顺应众生，都能说。又有所说，应时应景，临彼天者，即得解悟，超凡涅身，开凡慧眼。凡有说法，讲出来的话。佛说出的法，都能因众生的见性，那种见性改换某个法，就对佢说某个法。我克服了个十年，在某个时间上改说某个法，就说某个法。所以不是因时因境，合时合理，要克服众生的见性说法。但系我说法不能因己，谈到得利益唔多，该说法一定也是一种浪费，使众生冇办法得益。所以呢，应时应景说法就是应机说法，是众生得利益。所以讲，临彼天者即得解悟，是临彼唐来所说的法的众生，天就是唐道，唐道来发音，随时就得了解，就会开悟。唐阿都是了解，唐阿都是开悟，从此啊，超凡入圣，超出欲凡法界，三界六道轮回生死的境界，正业出世间的牺牲各位上文人各菩萨佛超越这个圣人的境界，或者超凡入圣，学佛的目的呢，就是要转凡成圣，超凡入圣。那要超凡入圣，也就要开慧眼，慧眼平常是吗？要五眼光，众生那里凡夫是六眼，天人有天眼，阿罗汉上文人有慧眼。菩萨有法眼，佛有佛眼。现在这个慧眼呢，唔系固定在上文阿罗汉嘅慧眼，是讲个开发智慧，就是以把这智慧嘅眼光通察一切佛法，为之慧眼。意思就是开悟以后啊，对于佛所有嘅一切世俗世间嘅妙法了了明白，因为具有智慧啊，从眼足。看一切东西了了明白，重要要心体对一切法明白，为是慧眼，没一天相用看念的，也就是忏悔求是妄念以后的反应文字，希望生生世世成就两种功德。下面总结讲，忏悔反应以为命离三宝，既然忏悔求是妄念完毕，反应也发完毕，意就是完毕，已经忏悔过了。现在要鬼命离三宝，自身穷尽鬼头依靠，连身体生命都鬼头依靠，也佛法成三宝，穷尽当离三宝，而应当念多两位出爱喜乐礼拜既然是鬼命离三宝，就要拜三拜，最少也得总拜一拜。两多两位位置忏悔身三口是一个恶念，忏悔完毕了，下面就是忏悔六根罪。那里面有念你披杀神一个六根，你六根对六尘，你到六尘境界心水精进，我操种种催压，所以不是参六根催。前一参会神三口是压根，总结前文，前面已经参会神三压杀头人，口是妄压，我口两是妄言意义，也该催压，已经都已经参会完毕。现在是忏悔业障啊，业障身上就是一个罪业，现在都已经忏悔过了，今
完毕。金当此地参会六金所作推章，也神气汉文。金立汉当汉，应当就按照顺序此地就来参会，那里跟六金念你批杀神意，对六成色相交没处罚，为发生错所操作的种种的催压，为障碍那里的拖压不能成就，所以也应当的参会。下面呢，要了参会六金催，没有的求参会的人，让这个名师等于其他一切的众生，五次以来至于今日，从有两个是神对神立脚以来一直到今日。下面就说明这个六金逆六尘为引起错出那个情况，佛念为色佛，爱念贤王，奉六祖旨，真愿布施。一个眼睛眼珠目珠看出去，看到种种的颜色米色，就不给米饭了，不外面的色素米饭，在那个各种的颜色上神气谈爱念创，爱是谈爱，念就是念污了那个形体啊，谈创爱那个种种的颜色的境界，先王等就是指这个颜色，鲜呐、啊，五色，五个颜色那鲜，黄色可以点呢，黄黄的色啊，红就是红色，绿绿色，竹橙色啊，等于讲圆竹啊，圆竹咪就橙哎，红哎啊，就橙色就竹，紫色。橙色老红色混合起来的色，这就叫紫色。比方说，紫色的颜色，这是橙老红混合起来。橙色多啊、变成纯紫色，纯乌色；橙色少，浅紫色就纯红色。呀，种种的颜色呢，众生就不念个颜色啊，说迷惑。比方我们看法。他看见看到个发型好看嘛，我玩那我一个发型好看的话呢，个发案好看案迷的，你就不跟颜色迷多了，个发不过是红红绿绿嘛，各种颜色嘛，比如说小玉啦、茶发啦、没有胆啦，你看到个发个颜色好看，你就被迷多了，就不跟发所转和创迷和谈爱，所以众人谈创心，看到个发暗好暗迷的。你就纯属而去熬个法，就贪着心。真愿布施，珍贵的愿气，种种的宝贵的装饰品，比如讲金银财宝，你用珍珠银落，种种的装饰品，世间人贪爱的个宝物，比如讲现在最是国际间最高贵的种种的山下，一种种种的装饰品非常宝贵。世间人就谈错，非其南五长短黑白之相，姿态有样，喜非法相，也就是一心之间彼此那个看到那个种种的颜色，非过完人就长短就是矮的人，非黑非白无白那个色相相貌上头非无非白非常几个行动的姿势态度优雅严厉有之神意种种非法的形象，也就是念见色所引起的错吹那个阴影，非你谈和尚非常吧，非都是不一定的意思，非常你的这个你经谈到这个阴伤，谈到个好的阴伤啊，好谈的阴伤也不神气谈错，穷生显观，穷生两则诗啊，是古时我们中国淫恶的恶淫，所以会是五淫啦，五淫。古时的淫恶用五淫去分辨，就是穷生觉真一，穷生觉真一，古时的淫恶的五淫。
啊、先从现在的罗勒米发情况中央了啊、也这个用掉中的啊私营嘛去分出这个普货了啊，就是中央的银行的银行先管是恶气先啊是显现，比如说琴啦、琵琶啦、抚琴弦呢，也都是有弦的，扬琴等等，有弦去弹不出音上呢，该怎么音乐叫那弦？管啊，就是有长长的管，比如说他的手位，无论是痛手啊，或者是大王朝的手位，他的俩都是有管的。啊，从做起做个有管的，也就不是管乐。中上弦管是中之音乐，弹到音乐和音上啊，你就是啊，是那个弹一个弦哦，那个音乐很好弹哦，世间人都喜欢弹音乐。技乐歌唱，技是技艺，比如讲话跳舞等等啊，各种的技艺表演，乐是音乐。歌唱歌诶，啊，歌唱就是唱歌，用音乐去配合唱歌诶。哦，个吟唱真好弹哦，世间人都弹出来个吟唱，佮就是配那个吟唱所迷发，由此随机而唱。非是男五吟唱，女人啼笑之相，喜非发笑。或者是弹到那个异性的吟唱，啊，发光发女人。发体发瘦，体是体阔，瘦就是瘦量的影响，瘦量的影响，有时神气恢恢之象，气恢发笑，也就是逆境温伤，神气抽出那个营养。发披下面香，身坛龙山，玉金素哈，气恢发笑，也是属于披金。闻香齿所吸的抽出的营养，抽出的营养下加的意思，加加屁股就要闻那个香味，他们闻到那个世间的去有名的果贵的香啊，有个神奇爱臭沉沉香啊，个沉香啊，因为那个沉香哈、哦、一贴树你可能是一块枯木，可是你标那水上就会沉淡，你承认你比如买那个沉香来点来供奉，你承认那个沉香是真是假好，你就装了一杯水一盆水，那沉香拿到了标了一拿到强强的，它标了一就不存在有暗器数是讲的天体说法就有暗器的事情，你个沉香拿到标了水方会不会存在好，它就会整个该讲个真沉香，当天那个沉香标了水方后面不会存在，该没存在，该加的，该用其他的弹浆去加错，不会真存在。所以你买存在啊，可以用按那个方法去测量，水装多了，存在拿到一块了，标落去，看到存在嘛？标落去以后有个存在，该就会真存在。该真存在点个响啊，听讲，听见都闻得到。哦，那个真存在的好处在哪边呢？你们听到个响啊，胸感会快，气会快。哦，啊，对这个这个咽喉啊、气管啊，全部都会吸出个毛病，也会手疼。所以你讲福建方点那个真好沉香哦，胸襟畅畅，不会疲劳，啊，不会受到一个其他的盐的影响。你普通的发个香，唔好个香啊，个盐不冲人，会伤到气。真沉香就唔会，所以真沉香挺贵，而买真该去烧，你就可以用水去沉香。看起没整开，所以我们沉香，檀就是檀香，啊，所以金楼山的檀香，真檀香的香啊，虽然清香，但并没有臭味，没臭气，没影响到人的身体。所以真檀香好处啊，也是老那个沉香的想法，但不去沉香，沉香的香比檀香好。具有此片同一个吸管的作用。现在普通一般买个檀香檀果啊，不买真个清秀，你看那有很多真罗山檀的，真那个火檀香啊，出在印度，所谓牛头斩檀，哦，这是最后
牛头是三面，隔壁厝个弹墙最好。那现在普通一般买个弹墙啊，开起都是个按那个变白，白色的，多年的白色的去干的，白色的树啊呀，个树干也有香，个香味了弹墙的香法，是了弹墙冲口的啦。它那个白色的个香味呢，我有聪明，我超级新。所以普通一般人点那个弹墙，我超级屁红，闻到屁到个香啊，我感觉到超级，非常不错。咁你嘅情形啊，嗬，佢就唔会整坛药，整坛药唔贵，诶，佢容易呈现出来。但是你现在要买整坛药难啦，啊，那有很多整坛药咯，许多都是那个白色的去搞错的。沉坛就是沉香坛香，龙山龙龙兰香，龙兰香有一种香，叫做龙兰香，就是就一个名词叫什么，就是龙啊。衰退的时候流出来的后兰，后兰水哦，结成的香物香气，该拿的小物有香，或者龙兰香，他讲就是有名了。现在全世界有个中华兰了，沙就是沙香，沙是一种通货，这个肚脐上会生那个沙香，一个沙香非常高贵，它真沙香啊非常贵，普通一般药用药店方用沙香。这一分呢就价值挺高了，普通一般呢就是按这些个呢一分啊，所以该挺高贵的东西，沙香的清香。玉金就是玉金香，也属于香草的香啊，比方说玉金花啊，有玉金香。苏合也是苏合香，苏合是一种香草，那种香草拿来做香水之类，啊，一个苏合香啊，草清香的香草就是苏合香。譬如你啊，就香香的东西，喜檀草、喜檀艾，所以升起挥发之香。挥发就是不应该有的想法，我哦也很香哦，爱香，哎呦个喜个念头，也就是是个迷失自信呐，或者喜挥发香。小是形体的一个小样，就是那个五变行之一啊，出早易数小时啊，闻到那个香气神气那个种种的食样。非沙檀火蜜鲜蜜甘皮，众神显用滋养息态，坚贞苦薄喜回发酵。也就是沙金檀草那个蜜桃，合适的蜜桃，你都是要饮食讲。那你那个石金啊，就檀草，而是好的东西啊。檀好的蜜桃，石檀好蜜，而是好的蜜桃。蜜就是石金上啊，有那个蜜蕊，就是那个石神经，有个感觉神经啊。我感觉到那个合适不合适，含酸苦啦，就要分辨得出。也就是石三寸石金上，我神奇些神奇的种个感觉，就檀草那个好蜜。鲜蜜，鲜是新鲜，人吃东西都是希望是新鲜的了啊。鲜蜜，鲜蜜，蜜就是清火，新鲜的清蜜的啊，新鲜的蜜桃，清蜜清火的蜜桃。甘就是甜，皮呀、啊，唔系讲热天讲噶，中成肉清皮噶，那皮就是火食，吃到清火食啊，干那个东西就是真皮。世间人因为贪着好米而是这个是好，所以就杀众生肉血来滋养这个心态。世间人啊吃鸡杀鸭啊，吃猪吃羊，该都是把众生的通过个血，通过个肉，你没讲话安尼能够滋养啊这个体属于火风心态加他的身体啊，你们能够有营养，师兄也不低啊。往往我们说哦，是在哦，没营养哦，是的荤菜哦，肉体上有营养哦，其实不见得。一个人的身体上所需要的营养啊，各种吃物都已经充足，但是人啊，贪着那个蜜好，所以就是众生享用，滋养那个心态啊，体属于火风心态加合一生的身体。那么你还有什么好处呢？坚贞苦本，只有增加苦恼的根本。你错出了吗？杀生呢？也在脱离前面神三样方讲杀生已经讲清楚了。
拿来配合一下对照就可以提的。所以谈出众生的现用的阴阳师态，那只有增加苦本一来一苦，并无好处。所以谈出你啊人类的后面有是神气诽谤之相，杀神吃贪都是诽谤，不应该有爱。佛神奥法义兼修整个一切世法，切人离佛喜诽谤相。那个身体就是有感触，爱个世法的接触，所以佛在那个身体啊，奥就爱奥。爱咬了的法医医啊，就是检修亲和的检啊，亲和的比如说用的布啦，各种检类啊，修的法亲多哦，可以了亲去米粒亲和看，还有亲油盐啊，检就是它那个实质平衡啊，指出了个种种的啊个颜色，检修啊。就是比如说故事的粗绣，现在有用机器绣，绣出种种的花草等等的颜色，看起来挺美丽又有用。整实质品的重量，凡是实质品统统按照整果就扑杀，罗果扑杀，扑扑的纱布拿来照出去啊，可以看得透明。那就水泡的沙呀，那就往那过。那你要都是去去洗吧，一切送宝吧，其他一切比较安呢，洗呢去讲吧，你的身体接触到清火啊呢，安尼个感触。非常是去整理服，整宝贵的好像是用七宝去整贵个东西去做成个去美丽的服装。实际上是表示尊贵、宝贵，去洗那个服装，着起来挺舒服、挺快乐。加上那个衣服，那个身体是谈出那个种种洗法，有时神气挥发之下，谈出喜欢，而那个好的接触，以出为乐。分一道乱相，出相怪法，一体行意，那个一体多方向。腐蚀乱象，马街都想得到啊。那么所想安尼，往往是属于唔合符合嘅正法嘅东西，出向怪法，出接触，以啲所接触嘅法尘，所想嘅所接触嘅，都违背佛嘅正法。怪就是违，怪法就是违背正法，往往生起种种嘅贪错啊，大种种嘅妄想啊，有某些猜嘅东西。那么有时神气贪操，只有增长催压，该就是一体对方成的时间，神气种种的场物的做法，该就是有时也会增长催压。上面就按照六根对六尘，违法神是因创业的情况，已经太提说明过了。下面总说讲，有时六根所说催压无量无边。有两眼眼皮色神一六根引起对六尘贪错是非法相所错的催压，无数量无边际都无穷无尽，催压挺多了。令人平常讲六根引起错的个催压非常详细上面。今日的相佛前，今日自身相是仿佛准法身中解释忏悔，把这个过去有错六根的催压。六根对六尘的时间，如果有错到尊严，那现在自行现前，像是仿佛求而忏悔，希望能够消除形象。忏六根罪之后，下面仍然反应，每一摊都是先忏悔后反应。念以忏悔念经功德，念因此念，察见十方诸佛菩萨清净法身，不离念想。忏悔完毕之后，发愿六根呐，希望得到殊胜的功德。俺念发愿用上面所忏悔六根罪的功德，忏悔念经的罪过，又是神奇的功德。俺希望发愿使令俺个念此念两个念珠，生生世世能够通彻见到十方诸佛菩萨的清净法身，发愿真能见法身。修念见不到的，
希望生生世世都能见到诸佛菩萨的法身。那么你要给法身啊，很多你就没有去法身啊，那的众生也有法身，很多自信情相法身。众生的自信情相法身，老神求佛果的你就没有去法身，本来并无两样。佛所前证的你就没有去法身，你去一切救人，你没有都知去也给法身，所谓情相法身。老众生本具这个自信情相法身，并无分别。佛所证的也就是众生本具的自信情相法身，众生所迷失的也就是佛所证的你就没有去法身。所以佛所证的你就没有去法身，以众生本有的自信情相法身无两样，所以不是不以一相，不会去分别，不会有两样感觉。就是说自信情相法身与佛果所证的情你就没有去法身平等一样无差别，所以不是不以一相，不会用两种相场来分别。哦，那众生的情相法身呢还没现出来，不去佛果的情相法身，其实没平等并无差别，本来就不是，就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也不垢不净。也希望念经成就两种功德，念以忏悔念经功德，念念此念，上文十方诸佛现身所说真法，以告奉行。凡人希望念经忏悔以后所得的功德啊，希望那个忏悔念经该出忏悔以后所成的功德。那来发现四天的个逆境啊，从此以后生生世世双双堂都是方祝福圣贤所说的真法啊，佛个把真托所显示的一切的真法，来都能够堂都都能够以告奉行，就是以告奉行了，按照佛所说的法来修行，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以告奉行，以佛所说的念告来努力进修以告奉行，也就是逆文佛法得到依法修行的功德。念以忏悔披荆功德，念念此披上文详记逆法未详沙里神系不相出位，也忏悔披荆给催念以后希望成就两种功德。我用反正用来忏悔披荆给催念所成就的功德，我反正希望使你爱的披荆从此以后生生世世双双能够闻到详尽佛果的啊涅法未详，详尽涅法未详也该脱离出差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所说经这个详尽品就是第十品方啊，说明讲吧，当时维摩居士坐在一个金沙方啊，思想游遍文殊菩萨去慰问你，那所有佛太弟子统统都去慰问你。那么当时啊，他说法都已经将近中午的时间了，二十分的时间呢。他说太感佛弟子为了这个堂法，十分的时间多了呀。沙利佛心就心念头，心观念想啊，你按多人坐了呗，时间又多二十分呢，哎呀又没厨房，又没人送饭来，哎呀。那中午什么给你给心观一下那个念头，为什么其实就提了，所以你就问沙利夫讲，跟你还有了谈话也还有了吃饭，所以师兄流传一句话讲，是为法娱乐还是为事娱乐，就是对两个戏啊，沙利夫没意思讲还是为啥吃饭了呀，就说还为法吧，跟你为法了你要通识个念头呢啊，跟你没下那个念头没没办法本身很幸福了啊，跟爱同讲俺的两个世界的饭呢，没么个好吃，有一个富贵的饭呢，那是好吃都值起的啊！看那祥记富贵，可是该贵名那众祥贵，所以为么个就老当时的蔡飞沙利夫等讲啊，讲俺的这个世界上房，用那个上面一直上去，一直上去，经过四十年很好啥富贵。一粒沙上的富贵，四十米的很多沙数很多富贵，一直上去最高的时候当官方有一个富贵，那种祥贵，种祥贵方的富呢，那祥吉富该时间呢，没凡夫没女生
只有菩萨，都是清净慧中的菩萨。就讲厉害的降解佛过来度度是犯的事业，其他个度度这个是降解犯啊。所以为么叫一线神通本体个看过个四十米啊，很多啥佛过个当不降解佛过来，他个我上去看到清清楚楚，跟着太菩萨度度度度这个哪能办这个吃饭？以前个小米都稳到，说好好，你看个饭给小米呢，嗯，哎，就是你看呢，有嘛人能够发心嘛？啊，用神通去那个降解佛过，就给拖到一百万的本体个事。文殊师利菩萨向你个神通，唔问太敢啊，写那个答应，太敢都没人唔敢讲。为毛叫几时讲？你俩都菩萨无奈可耻啊，让万莫按那个能力何去啊，想一办法来问太敢是啊。这个为毛叫几时就变法，变一尊菩萨出来啊，在他面前啊，为毛叫就喊几个，你去去跟兄弟富贵啊，去对想一办法来问下世界众生事。所以这个法菩萨变法的菩萨就是到降解佛观，好该听讲啊，就要求佛就数一百番门经啊，拿到一百番就多赚了啊，要听到菩萨给念的我来谈话。所以我来的时间佛就这个的菩萨讲，叫你儿媳啊，你要你身强，你身体强啊，我数量起来哦，我本该世界的众生闻到不去批斗啊，也不吵斗啊，我谈练让你神强，还要送你神经，我两个神体按国按胎，去到啥火世界吼？看到菩萨看到不看不到，刺感皮了，讲哎呦按肝生，我要按胎耶。所以讲喊你个头神体啊，熟悉些，让我的啥火体验就是个重要了。哦，大家看到菩萨都见得了呀，都到啥火世界了。那时间，该发菩萨拿到一百饭，哦，我反问他开始，该头有的啥火人讲，看到哎呦，给一百饭啊，按多年用拉百事，啊。给菩萨就讲嘛，你太敢莫用啊！那个修行的看太太菩萨的境界，俺俩一百万的十方世界众生四大门台，莫光像你俩了你，所以该一百万太敢都是失了以后呢，太敢都得到法脾哦，都真的果位啊！该莫光行都上出清净了，俺俩都比较强的，你们相信是？你屁孔缩烂了，清净好，比如个相机啊，吃了个饭，他满身都香。啊，无真果的真果，无开悟的开悟，啊，都能入一个佛的真法的体会哈，所以不是上文详记，入法为详。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二十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传真0398987870398987，0398987877。老有所中的牛。台湾西南沿海平坦辽阔，属于沙质海岸，在这种地理条件下，西南沿海便成为台湾最大的牡蛎养殖区域。养客的潮间带放眼望去，科架整齐排列，科农要到科田必须穿越过海岸泥地，走起来艰困难行，因此当地的科农们便利用牛车来运科。哎，这泥滩也太难走了吧，光是走路都这么困难了，那你们要怎样运科啊？是啊，在泥滩上连走路都很吃力，所以我们过去都是用牛车来运科的，现在已经渐渐被铁牛车给取代了。哎，这不是还有牛车吗？当然，铁牛车只是慢慢地取代牛车，现在我们这里至少还有20几只黄牛在拉车运科呢。在这里，到了晚年没有力气再拉车运科的黄牛便会被主人卖掉，而买下这些老牛的人则会将它们宰杀卖肉。你看起来很累的样子，是不是刚干完活呀？哎，别提了，我真的老了，今天我只拉了一车壳就走不太动了。哎，看来这会儿我是干不了了。啊，你现在的力气只能拉一车壳呀？是啊，老了没力了。糟了，那你以后的日子可就惨了。哎，听说老了没力气工作的牛都会被卖掉的。卖掉？我都没力气干活了，谁还会买呀？就有人专门买那些没办法工作的牛，然后杀掉卖肉啊。啊，真的吗？我想我的主人不会把我卖掉的。啊，我们的主人来了。小蔡，还是你的牛有力气啊。是啊，我这头牛力气可大了，一天运10几趟科都没问题呢。哎，我的这头牛是不行了，今天只运了一趟就累得走不动了，看来它真是老了。嗯，你这头牛的确年纪大了，看它的样子是出不了什么力气了。可不是嘛，我想还是把它卖了，再买头年轻力壮的好了。哎呀，李大叔，你来了。阿红，我刚才听到这头牛叫得凄惨，就忍不住走来看看，它看起来年纪不小了。是啊，老了也没力气了，我正打算把它卖了呢。啊，卖了？你要把这头老牛卖掉？是啊，这头牛现在运一趟科就走不动了，你说它还能做什么呢？阿红，你知道这些老牛被卖掉以后的下场会怎样吗？这我还真没想过呢。
他们会被杀掉的，辛苦了一辈子，最终落得了个剥皮剔骨的下场，哎，真令人寒心啊。所有的老牛不是都是这样的吗？老了，没有力气了，就会被卖给杀牛人。那些牛只是动物而已，哪里知道什么寒心啊？不是这样的，牛可是很有灵性的动物，也是我们工作的好伙伴，我们不应该杀它吃它，而是要用真心去善待它们才对。老人家的话让这位村民想起了自己和这头牛一起生活工作的那段日子，那时候这头牛也还很年轻。先生，你看这头小牛的毛色多有光泽呀，好好养的话，它一定能变成一头强壮有力的大公牛的。是吗？这头牛看上去有点瘦小，它会变强壮吗？我可是需要一头强而有力的牛来帮我种田拉稞的呢。你放心好了，这头牛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好吧，那我就买这头小牛吧。小牛被带回家后得到精心的照顾与喂养，很快它便长成了一头强壮有力的大公牛，可以耕地运稞。哎呀，小家伙，你真的变成一头强壮的大牛了，看起来很有力气的样子哦。走，我们一起干活去。耕田拉车，农产搬运，海滩运稞，这头牛每天都认真地工作着，它帮主人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头牛的年纪越来越大，力气越来越小，终于它已经没有力气再帮主人出力干活了。回想过去老牛为自己所做的事，让这位村民心中非常愧疚，于是他决定让这头老牛在家安享晚年。对不起，老朋友，你为我做了这么多，而我却因为你老了，没有力气干活了，就想要把你卖掉，我真是太不应该了。老朋友，你放心吧，我会一直养着你的。是啊，我们这里有那么多牛为我们出力干活，他们老了以后的命运都很悲惨，如果这些为我们服务了一辈子的老牛能有个安享晚年的地方，那该有多好啊。这样的想法很快在地方上传开了，很多人都赞成应该给辛苦了一辈子的老牛建一个安享晚年的地方。就这样，县政府成立了一个老牛安养中心，县长亲自主持了剪彩启用仪式。老牛安养中心的成立，让那些劳碌一生的老牛有了养老的安身之处。人类最高尚的特质就是对所有生命的爱，基于动物保护及生命教育，我们为老牛设立了安养中心，希望老牛可以在这里养老，有尊严地度过余生。那些即将入住安养中心的老牛们似乎明白了这个地方对自己的意义，他们的眼中流出了激动的泪水。老朋友，这个地方不错吧？以后你就在这里和同伴一起养老，我会经常来看你的。天哪，他怎么流泪了？他这是感动的，这些牛是多么的善良，他们任劳任怨地为我们干了一辈子活，我们只要对他们好一点，他们就很感激了。李大叔，你说的没错，他们为我们辛苦了一辈子，是该有个颐养天年的地方的。牛是有灵性的动物，也是人类的好朋友。老牛安养中心的设立，让那些帮人类耕田、劳作一生的牛，可以在走向生命尽头时获得尊重，活得更有尊严，而不是已被送进屠宰场来结束一生。